这个评论表可以显示出正是将你购物的其他产品转变成美安独家香港代理产品，就可以帮你产生到更多的业绩。首先在右边的家居调查表中输入你自己家的人数，几多位男士，几多位女士，几多位小童，在相关的方框里面输入数字就可以了。跟住找出你现在使用或可以开始使用的产品品牌，来到计算可以产生的 BV， 来投资在自己购物年金上面。你只需要在你可能会使用或正在使用产品旁边的方框打个叉，用同一量的方式完成整张清单。请注意，清单上面并没有包括我们所有的产品，这里只是提供一个最基础的计算，等你了解可以转用哪些产品，还有转用自己的品牌产品可以令你赚取多少的业绩。我们已经先挑选过会用到的产品和输入数字，现在当你完成这个评论表后，点选计算我们的购物年金，你就会看到正是由你平常购买的产品转换到你自己的品牌，就能够帮助产生更多的业绩。你知道你转成购物自己的品牌之后，你能够立即产生多少BV呢？